小姐，欢迎综艺团吴宗宪。现场完全是，哎，这应该怎么形容你？哦，有了有了，肥女与野兽。哎，干嘛乱说啊？啊，厉害了！哎，先生，你这样介绍，就介绍到三位，那我怎么办？哎，哎，不要这样说。美女，杜思梅小姐。哎，阿布拉多先生。哎，还有我们的廖慧珍小妹妹。我们的郭彦均先生。哎呦，这样子。接下来马上进行积分争夺赛，参赛者依序回答问题，答对加5000分，答错倒扣5000分，每人有一次求救的机会。听完题目后，如果对题目真的没把握，就陷害别人，只要别人答错，你就可以加5000，最后累积积分最高的人就是今天的赢家。今天四位都是非常有经历的，我们就看看他们四位哪一位是最厉害的。第一题，第一题要考考大家新的名词，大家懂不懂？新名词 ，Do you know？ 请出题。请问，对于拒绝进入职场的大学生，有个新的形容词叫做什么？答不答？我想，因为晚餐时间刚过没有多久，是。我想请慧珍答好一个。哎呦，干嘛这样？我觉得你比较聪明，你答厉害了。因为你吃完饭时间总是比较，你知道？没有啊。到底要不要 watch your leg 呢？有没有？餐车过走道。欢迎廖佩岑来。欢迎。确定要从那边走？好。OK， 过了，过了。Oh my god！ 哎呦，他是翘臀针呢。哎，他很翘。超翘的。对，超翘的。笑了。哎呦！那请出题。请问，对于拒绝进入职场的大学生，有个新的形容词叫做什么 ？A. 闪电侠。啊 ？B. 小毛驴。C. 小飞侠。D. 变形金刚。哦。真的有这个词？这个难度很高。哦，好难哦。这个基本上也是网络用语啦，对不对？来来来。真的好难哦。嗯。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。他突然间，他以为他蔡依林，太好，准备饼干给人家吃。他以为他蔡依林准备吃个那个有没有？对啊，哎，还是不要。请问贵单位放那一桶，真的有人开过吗？另外一桶有，另外一桶是真的，没有人那么爱吃。另外一个是真的可以吃的，可以吃的。给大家一点时间来考虑一下。对呀，一边吃一边思考，考。东西可以吃，一个人会被连下两次，那你看。啊，我就说我今天还翘眉毛，我没有智慧吗？我只能说你真是个憨货。是憨货。先生，你要知道，我们看到食物就会忍不住吃。了解了解了解。一定要相信他。我刚已经看到那个发抖的洋芋片了。食物看见他说啊，是啊，这边是。跑不掉，发抖的洋芋片。闪电侠、小毛驴、小飞侠。变形金刚是哪一国呢？我完全都没有听过啊！要不要求救？不要，不求救，因为我要保留。好，我知道小毛驴应该是韩文的一个，有点类似我爱你那种昵称。哦，是吗？然后删掉闪电侠，闪电侠 ，A 或 D 吧，变形金刚。我猜 D， 变形金刚，一起来看看是不是变形金刚时下最流行的呢？来，变形金刚很流行哎。呀呀呀！哦，小飞侠，小飞侠。等一下，你好做作，这么大字戴什么小学生的帽子啊？等一下，我这个肉很软哦。低一点，低一点。哦哦哦哦哦哦！哇，都掉了！哎！我看那魔王从那边飞出去了。花都掉了。为什么叫小飞侠呢？因为现在大学毕业生很多人都是用我要延毕呀，或是我要考研究所为借口，就不愿意进入职场。哦。所以就像小飞侠彼得潘一样，他就拒绝长大。哦。你把人家牛撞断，牛都撞断，
什么东西？这样我还可以抢答吗？可以啦，还可以用。有吗？有吗？还可以用吗？我就说我要来这边奖金弄大一点嘛。你在破坏道具。小飞船有没有看到？彼得潘 Peter Pan， 因为他拒绝长大，对呀，他拒绝长大，他大学生他惯了这个茶来张口饭来，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吃爹吃妈的，对呀，靠爸靠妈，靠爸靠妈的，对。然后等到他工作的时候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要考研究所，哦，我要研毕，那叫见鬼了，好，来下一题，下一题，夏威夷，夏威夷，已经想要去度假了，谁叫你们刚刚只讲要去哪里玩？来夏威夷。夏威夷。下一题，阿布的操作题。好嘞，哎呦，操作题，操作题，这个我可是基本上我每次操作题几乎都是答对的，几乎答对，真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一题，我给燕君上。好，漂亮。那就哎，燕君是学体育的，对对呀，所以无脑嘛。哎，哦，不要见我玩玩嘛，他最痛恨人家说出这个事实。你可以说我矮，不能说我无脑。好，麻烦请到。王彦均，操作你可以说他福相，你不能说他胖。哇塞！哇！哇哇哇！有美女哎！哇哇哇！我有一天做梦，梦还真的梦到。哎，你要去哪？我跟你讲，我一天做梦还真的梦到这个美女。哈？对。哎哎，你们要去哪？开始把我拉出去啊！宪哥说他做梦都梦到这个美女一次而已，一次。为什么？他在梦里面做什么？嗯，一定要讲出来吗？对，我想知道。对啊。真的要讲？分享一下吧。下暗棋。哦。啊？所以你们都是那个思想，我不知道你们在想。是你思想有问题。下暗棋是一种术语吗？对啊，是最近流行的。而且宪哥今天晚上我跟师妹都有空啊，你可以。他们都陪你下暗棋。没有，我们那不一样，我们那是下输一盘的推荐。哎呦，他没有啦，我们都穿一件去而已啊。哦，那我一定要穿包成木乃伊。好，一起来看看题目是什么。感觉很难呢。请将黑板上的一二三四五七八填入空格中，且不能重复，计时一分钟，请开始。而且它试纸是要 OK 的哦，开始。燕君，他要按照那个顺序哦，试纸是这样算下来，算下来。从就像大富翁这样。Yes。不难哦，不难哦，从十五左手，十五左手，好，可以。怎么等于十五？那八加七等于十五了，好，可以，可以。十五除以五四，哎，没有，没那么快。三，哦，哎，三减什么？三减一等于二，二，二乘八，二乘四等于八，怎么没有呀？哎呀！恭喜答得好！哎呀，我都说我应该要自己答的。哎呦哎哎哎呦！宪哥说还是要鼓励你。厉害了，你拥抱过之后就不用再到阿里山了。为什么？不是都会几个人拉神木？哎，你很坏。好了，马上来看看下一道题目。来，好，廖慧珍要主答的是 English。English 对，是难的。英文题，英文题，英文很难。好，英文题，请出题。请问英文 Running Dog。是来自于哪一个中文词汇？哦，奔跑的狗啊，这个太简单了。Running， 它是来自中文词汇哦。嗯，我就一直说，我只有美貌，没有智商啊。哦，我不要答，不答。所以不是说它的翻译而已，对不对？翻译吗？这一题等于是送分给你，不答。很简单啊，你看字面就知道了。Running dog， 答不答？不答。不答，好，不答，谁来答？你要给谁答？嗯，不用给我，我已经过去一次了，你给别人吧。他一定看那边了，这边是同是天涯肥胖人。哎，乱讲。没有，你要找那个你现在阿布英文那么好。正的，哦，分数是正的。对啊，先把它压低啊，让他答错啊。其实我等下就会付了。喂，我先让你提早，燕君。郭燕君先生，请就位。Running dog 来自中文词汇，我乱讲的啦。哎，这个送分给你的啦。真的吗？真的送分给你，好简单哦。请出题。请问英文 running dog 是来自于哪一个中文词汇 ？A. 越狱的人 ，B. 因债务逃跑的人 ，C. 走狗 ，D. 流浪狗。好。
哦，那就有疑问哦。本来觉得简单，现在觉得哎，有一点我还以为是遛狗哎。遛狗哎，对啊，还蛮像。走狗、流浪狗应该不是吧？所以是越狱的狗，是中文词汇。走狗应该是我逃跑的狗。如果以词汇来说的话，字数应该不会太多。所以哦，因债务逃跑是形容一个事情，不是一个词汇哦。越狱的人应该不是哦，应该要求救。求救很好，讲那么多，你先删掉两个啦。你要的是哪一边？一两三，一，一号，哎，选一号的人多哎，是因为怕我麻烦是吧？对，一号是吧？确定呢？一二三。三千块，如果选二号就是免费。我刚本来选二的，去掉两个那个备选单来。C 走狗 ，D 流浪狗。对嘛？宁愿不要选，应该是流浪狗。好，你要先扣三千了，答对得两千，一起来看看是不是 running dog。你这个 running dog， 你这个憨货，来。外国人没有走狗，大哥完全不知道你在骂他哎。走狗，这个憨货，哇，走狗是正无聊，不玩了。哎哎哎，回来回来！哎，但是答案是走狗没错，是走狗啊。他讲流浪狗，我讲流浪狗，他讲流浪狗啊。就 running dog 就走狗啊。可是流浪狗应该也算走狗，外国人怎么知道什么是走狗？哦，所以我才想流浪狗。他是从中文翻译过去的，没有在听题目。流浪狗的话应该是 IC dog， 不是。什么？因为他要植入晶片嘛。不是啦，靖哥别闹了，流浪狗的英文是 stray dog， 不是 IC dog 啦。接下来这题要考大家，富贵手为什么叫做富贵手？没有把握的郭彦均决定交给很富贵相的杜诗梅回答，杜诗梅会被陷害成功吗？哇，打得好大声哦。请问富贵手为什么要叫做富贵手？ Why？早期富人子弟的病，哦 ，B 不能做家事，哦 ，C 痊愈后皮肤变细致，哎呦 ，D 细菌透过钱传播，什么富贵手啊？都很像，哎呀，要不要求救啊？这个还求救，就犹如我个人的名声了。您的答案是。哎，我后悔，哎，我后悔给他打了。对呀，这么简单，你应该自己答。就是 B， 那你有答案，你说。那我有钱吗？你没钱啊。我有分吗？你没分啊。有啊，你待会自己领嘛。那我选 B。哎，你跟我选一样。如果我坐在那边，我会选 B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他还没害你，他觉得也是 B。答案就是 B 了。确定了吗？是因为不能做家事的手吗？对。一起来看看是不是叫富贵手。